话说当年有一个人，唐太宗李世民拿下天下之后呢，内心其实是有些担心的。他担心什么？他担心自己的这个朝代不能够长治久安，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朝代。一个人啊，他的心里面要想什么，其实就反映到他的行为逻辑上面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呢就跑去问魏征，说魏先生，这个您看为什么，你看以前陈康之治的时候呢，啊，都是动辄上很多年的时间都是长治久安，到了比如说甚至更久以前周朝，哇，将近1000年的历史，但是你看过去的这几百年都是战乱频繁，是什么原因？到底有什么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管理令到大唐变成一个盛世呢？这个魏征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，召集了另外几个很重要的这个，包括虞世南呢、朱随亮啊等等这些当时的大知识分子，把上古时期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种种善知识集成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群书治要》。一个优秀的君主不仅要有夺江山的行动力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安天下的慎思力。唐太宗李世民居安思危的真知灼见，造就了《群书治要》这本千古奇书。既然《群书治要》是如此重要的一部齐家治国宝典，那么为何在大唐之后的千百年间，历史记载却少有它的身影？这期间的秘密又是什么呢？很多人就说，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而且呢，这本书呢还指导唐太宗李世民，直接开创了贞观之治，一片大唐盛世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说过呢？啊，这个过程非常奇妙。话说呢，当年呢，这本书呢一直以来呢被皇家秘藏，你知道了，知识是有垄断性的，我有这个知识，你没有，所以我能统治你。在那个朝代里面呢，只有很少的人，除了大臣和皇室之外，基本上没有人看过这本书。后来呢，有一波人呢，从日本人到中国来，叫遣唐使，到中国来学习文化。那个时候唐朝倒也算开放，就说既然你们喜欢，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看吧。结果呢，这帮遣唐使呢，把《群书治要》呢拿回了日本，日本的天皇奉为圭臬啊。只有在日本皇室以及日本的很多那些藩主，也就是大臣，这些家里面呢，才会有一些仅有的版本。结果唐朝以后，哎，有意思的是，中国文化呢，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互联网，也没有发明这个活字印刷术，所以呢，只有木板刻的，只有几个版本。经过战乱呢，哎，皇家图书馆一被烧，一被战乱呢，就没有了。这本《群书治要》在中国，反而失传了将近1000多年。一直以来呢，这本书呢是在日本流传。